一和下大雨啊，我已经来到这里你介绍的那一个青善，青善美食园吧，这很多人，那我也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。等一下，下大雨，现在很多人，我也走一走，走一走吧。但是真的很多摊位哈，到时候要吃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也很好奇。感觉哟，哇，糖水，不喝糖水，我没有想。不是，我蛮想吃沙爹，看可以来吗？好时光。没有很多哦，唯一的包类。那你要吃什么呢？辣沙。茶水铺饭之家还真多嘞，目前有50多档，还是真的很多，再看吧。锅炸也有素食哦，慢慢走吧，不是好多人。铁板烧鱼，我不想吃面了，我想吃饭。蔬果物，哦，上海滩，真的很多好吃哈，我还不知道我只有吃什么，感觉很爽玩呢。饮食堂，好了，我再走一圈。我说很多人排队的，你就去，应该是这个沙爹吧，我很想吃沙爹，很多人排队的，我也跟着排吧。感觉很多人排队就是好吃的，要自己拿号码。我在那边有叫了一个萝卜糕，然后我叫了光饼，还有我真的很想吃沙爹，就是那种肉串的烤肉串。跌倒，有些还闪电。我好奇它有什么的。晚上好。去了一个很多人的青山美食，还有个咖喱沙爹，我在想想，有卖鸡屁股，还有沙爹打鸡，烤肉串的那种，不好吃的完吗？馄饨，馄饨是屁股。小时候我很喜欢馄饨。只收现金嘞。哦，我叫了这个萝卜糕、光饼和沙爹，试一下这个萝卜糕，还可以，中中好吃。我吃过最好吃的是在古晋，那我叫的羊沙爹跟牛肉的沙爹。嗯，这个沙爹就好吃，怪不得这么多人排队，有点太甜了。It's actually beef and lamb, and this one is carrot cake, and that's 红边。I'm having a 红边 ，trying that one as well. It's really thin. Look at that. So thin layer.My goodness, it's so crunchy. I'm starving. 我肚子很饿，它很脆。听它的声音，那种嘎嘣脆的声音。等我的水来。是完整版的爱意冰，乐死我了！还是下雨。然后我还很喜欢下雨的，所以这个是爱意冰 try 吧。Is it nice?哇，我酸酸甜甜，百香果柠檬的结合，真的很好喝。